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1年12月26日，旧历的12月7日，礼拜一。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中华馆长王惠美顺利连任全世就职典礼，由经济部长王美花担任感谢人。王惠美感谢乡亲的肯定，未来会继续大步向前行。中华馆议会举行第20届议员全世就职典礼，出席的52名议员投票选出正副议长，由国民党议员谢振林和柯文良来连任成功。高雄镇市长伫咧12月25日举行着宣誓就职的典礼，不管是新任还是连任的首长，将带领团队努力争取建设，带动地方发展。后来，乡亲新闻头一条来关心，国民党籍的中华馆长王惠美顺利连任，中华馆政府嘛来举行着19届馆长宣誓就职典礼。中央是来派出同款是中华人的经济部长王美花来担任感谢人。王惠美就来表示，感谢乡亲肯定馆副团队过去4冬的努力，未来会继续大步向前行，买家馆议会做回来合作拍拼。中华馆政府伫咧中华音乐厅举办第19届中华馆长宣誓就职典礼，担任先锋的王惠美来宣读誓言。于事已至诚，恪遵国家法令，不受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谨示，宣誓人王惠美。中央派出经济部长王美花来担任监教人，王惠美接下印信，正式成为中华馆第19届馆长。王惠美感谢过去4年馆副团队努力得到乡亲的肯定，未来要努力大计划，全力推动莅临前滨分区甲这份特线延伸中华，这都爱全力加速推动，让中华会当整体发展。我相信未来怎么样让彰化能够持续大步向前走，是我们县府团队以及大家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那我也会秉持着我们县竞选时候的5大愿景，那逐一的来落实，让我们乡亲能够永续、健康、更快乐。彰化大步向前走。本身也是彰化人的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相信大家对于新的馆长都有真多期待。王惠美馆长的认定，也代表多数民众认同过去4年任期受到馆民肯定，也期待馆长在新的任期，只有中央地方做伙合作，让彰化更加好。多张新闻登上彰化采访报道。好，再来看彰化县议员举行第20届议员宣誓就职典礼。54名议员，其中2名因为贿选案被羁押，无法到教场以外。出席的52名议员，也马上来举行着正副议长的选举。最后是由国民党议员谢振林和柯文良摕到36票连任成功。中华馆议会第20届馆议员宣誓就职，出席的52位议员只会宣读誓言。宣读誓词。简单隆重的议员宣誓就职仪式了后，正副议长的选举随后展开。国民党推出谢振林和柯文良，对上民进党的赖清美和李俊宇。赖清美一票。谢典林一票。投票结果出炉，谢振林和柯文良拢得到国民党26席议员，无党籍8席议员，以及台湾民众党2席议员的支持，拢摕到36票当选正副议长连任成功。民进党大清美和李俊宇是来拢摕到16票。谢振林表示，未来主持议事会不分蓝绿甲党派，强调议事中立，为国民争取上大福利，也感谢议员的支持。大部分的政策还是在行政单位那边，我们是民意单位，我们只是希望它的执行要符合民众的需求，这样就是不要就是
政策的方向跟民众的那个期待会有太远，然后尽量让它稳和一致这样。社长林强调，彰化县未来还佫有真侪，包括彰化市铁路高架化、莅临彰化园区等重大建设要推动，将甲所有议员同事做好监督管政的工作。大众新闻，丁向彰化采访报道。合肥镇长阮厚觉、林根任进行交接仪式。伫咧就职典礼进行，合肥镇公所的同仁佮全工伫咧门口列队欢送下任的镇长阮厚觉，希望伫咧新首长的带领之下，开创合肥的新未来。十二月二五是各乡镇市长交接日子，合肥镇公所同仁也特别伫大门口列队欢送过去八年的长官阮厚觉。而且由主委代表致敬感谢礼，同时也来欢迎新上任的合肥镇长林根任。第十九届镇长林光仁，伊感谢林彰化县教育处副处长张秀珠、亲友团、嘉宾以及支持者的见证之下，宣誓就职。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旷费公帑，不滥用人民，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便受最严厉之处罚。警示宣誓人林光仁。中华民国111年12月。阿林很荣幸啊，有来当选咱合肥镇第十九届的镇长吼。啊，再个我要甲咱所有的乡亲来报告吼，感谢咱乡亲啊，这两万几票的收听啊，以及啊所有大众的肯定吼。啊，阿林即届啊上任了后，会带领咱啊所有公所以及主管以及同仁呢啊，认真来按咱合肥的一挂。啊，交通网以及咱的文化、啊教育、甲着医疗的一挂事项呢，啊认真来拍拼，予咱合肥啊来脱胎换骨吼，啊有一个较好的啊市井愿景，啊希望咱合肥咱只公所所有的同仁甲阿林共同来拍拼，啊嘛感谢咱合肥所有的啊市大的支持。阿林会认真来用心拍拼。林根仁指出，真感谢乡亲用选票将伊送入去合肥镇公所，伊会率领合肥公所团队用心拍拼，开创新合肥，创造富辉和谐局势，顺利推动进程，来完成每一张选票所代表的责任甲期待。多彰化新闻叶凤梧合肥采访报道。合肥镇民代表会迎来新领袖，由资深代表周宝峰以13票当选主席，副主席是由高秀丽来当选。秀川一个马上回来。有一种仪式，一生只有一次。华范礼仪。月底到啊，钱嘛大。要借钱无？星光当铺给你扣。星光当铺放款快，利息低，服务好。全资金找星光，电话车卡761-2222。立户代书是不错，专业办理房屋土地123贷款，正价齐全，马上申请，马上付款。银行利息、农地期货买当办理。电话0988205738，0988205738，立户代书是不错。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二，也是旧历的十二月初五。根据同事记载，明仔在位公在东南方，好时是早起7点到9点。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啊，过来来看全国任期上届长、上届主席的合璧定名代表会主席林金晶，即届宣布无要来选代表，四十几年的政治生涯嘛圆满来结束。合璧定名代表会嘛来进行着改选，最后是由主席的代表就无方以13票来当选主席，副主席是由高秀丽来当选。合肥镇上主持的地名代表会主席林金晶本届宣布无要阁争取代表席次，四十几年的政治生涯就安尼迎来结束。即个代表合肥地名代表会将要迎来新的局面。十五位代表完成宣誓了后，将投票选出新任的主席甲副主席。投票，投保票，周宝芳一票，周宝芳一票。最后是由原本的代表会负责周宝芳以13票来当选第22届合肥地名代表会主席，副主席是由资深的代表高秀丽当选。高秀丽一票。很高兴哦，周宝芳和高秀丽代表能当选第22届这个政民代表的正副主席也很高兴，我们政民代表会的同仁永力的支持来我们两个人顺利的当选以后呢我们会把那个代表会呢带出跟各圣先士的联谊会再来就是跟咱监督咱的定情来好好推动咱定情来给监督。周宝芳主席指出，因为疫情，代表会失去真侪甲其他外县市交流学习的机会。未来除了恢复交流联谊以外，和大家实施合密以外，也会好好监督工作，协助推动进程。大众发新闻也方有合密采访报道。新港乡公所举行第19届乡长宣誓就职典礼，乡长黄永钦宣誓强调，选前提出的政见会依照行动一步一步来推动，落实着照顾老幼的承诺，用心争取建设，带动地方的发展。新港乡公所25号办理第19届乡长就职宣誓典礼，官府参与郭定峰担任典礼干事甲监教人。在地方属性、嘉宾以及亲友团的见证之下，乡长黄永钦宣誓就职。今仔日永钦接任第19届乡长，深感重大责任。永钦想要新港更加好，只有尽全力做好乡政，才未来鼓舞着咱乡亲对永钦的愿望甲寄托。而且要来支持咱的公所所有的职员，甲永钦大家共同来打拼，为咱新港乡来做更加多的建设，和乡民更加多的福祉。选举这段时间，永钦所提出的各种的政见，会因轻重缓急一一来推动，照顾着咱幼甲老，这是永钦的初衷。不变的身份就是我是新港乡的乡民。再来，在未来四年乡长的任内，永钦会全力以赴，用心乡政。就职典礼也来了真侪嘉宾，纷纷献上贺礼来祝贺乡长就职。首播嘛，感觉真欢喜吼，会当来参与到这个盛会，然后唔忙讲甲大家共同为地方来打拼，为地方来努力，希望讲会当替地方发声，来去中央争取，会当吼为咱的地方争取上大这个经费吼，来帮助咱地方的发展甲进步。林永钦乡长指出，真感谢前18任乡长共同创造新港欢迎的。未来伊也将率领新港乡公所团队，一步一步来推动营养午餐加补助10元，每一个学校拢保全定证件，就是照顾长辈幼童的承诺，用心建设带动地方发展。多种化新闻也丰富，新港采访报道。在咧激烈的选战当中，胜出的台川乡长赖志明在咧亚旦在东港宣誓就职。赖志明是再一次向台川的乡亲表示，一定会来兑现着竞选的承诺，同时感谢历届乡长的努力，共同来建设台川。台川乡公所地堂接完支持者，因同时要来参加台川乡长赖志明的就职典礼。伫咧众人的祝贺之下，赖志明完成宣誓。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
宣誓了后，伫咧广府新闻处副处长的监督之下，大志明收下印信，正式成为大川乡长。罗志明伫咧致辞时感谢历届大川乡长的付出，这条亲像是一场马拉松，一棒接一棒来建设大川。阿志明啊，今日真有这个荣幸，吼，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跟乡亲，这些乡亲来甲志明啊管理，甲祝贺，嘛真济这个乡亲对我志明这个信任。甲交代，志明拢会听伫心肝底。未来四年，志明啊认真做行大川乡，甲咱乡亲做阵来拍拼，予咱大川更加幸福，大川你更加好，这是我上大的这个寄望。我甲乡亲甲我的团队一定来认真为大川来做奉献。为着好好建设大川，大志明伫咧就职之前，就甲行政团队的阵容组织好，出来行政经验相当丰富的陈东松担任主任秘书。不要请到咱的陈东松做咱的主任秘书，啊，包括咱各科室的这个主管，咱原有家己的专业放伫上界对的所在。啊，咱新的幼儿园嘛，伫咱明年二月特别来开始来营运，咱嘛要请到咱专业的这个园长来带领到咱大川公所这幼儿园，和咱新的幼儿园有新的希望、新的教育，然后新的团队来和咱强大咱的这个囡仔，会当带着来强大的幸福。罗志明强调，接下乡长职务后，就是这阵的开始，会带领行政团队完成对乡亲的承诺，好好建设大川，让大川成为宜居的城市。大专新闻登上大川采访报道。要让游客会当体验无同款的鹿港美食文化盛宴，讲过了后，带乡亲来看闹热的2022鹿港好食节的活动现场。大家好，我是马街儿童病院培训之医师。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请同学继续骨力洗手、挂嘴安等等的个人卫生防护。另外，也请家长特别注意囡仔的身体状况，假使发烧或者身体不爽快，请两早看医生，踮在厝里休困。而且，伫学校也请同伴甲同学定时清扫学校环境甲设备器材。使用空调要开车较通，确保通风顺利。坐校车车全程挂嘴安。食饭之前要洗手，食饭唔通讲话。校园防疫照起工，安心学习有保障，予咱做伙拍拼，守护大家的健康。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度日。这是弱势独居老人的日常，却像是我们的居家隔离生活。虽然这段时期偶尔必须保持距离，但当我们见了面，一句问候，一个祝福，一份关怀，一个陪伴，就能用爱拥抱老宝贝。华山基金会邀您一起拥抱爱，不孤单。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鹿港电工所加鹿港电农会日前伫咧工会堂的广场举办着2022鹿港好食节的活动，现场除了发送草啊粿、肉粽、红菇粿予乡亲品尝以外，也阁有优质小农的农产品展售，讲要予游客哦体验无同款的鹿港美食文化盛宴。不好意思，是要多来几号？好，我们鹿港镇长贴心说明的哈，关照各位所有的朋友。2022鹿港好食节活动，鹿港店长柯志宏特别甲来宾正会发送烧烫烫多出炉的肉粽、红菇粿等美食料理。较暗的，阁有游厝社区的草鸭粿亲自 DIY， 要给大朋友、小朋友体验用手做的趣味。鹿港来讲，这米也是会当带动咱鹿港这经济的一个来源。
所以啊，咱鹿港啊，这个米真的是哈啊，伫咱周边哈啊，很多的乡镇拢一拢集结来到咱鹿港来卖吼这米。所以今啊啊，咱嘛甲农会来结合来办这哈米的一个文化啊，嘛感谢咱农会啊总干事以及咱农会共同来参与，啊，搁有今啊现场哦，咱嘛有包这草鸡要来放送吼啊，好咱的这乡亲好朋友来到鹿港来旅游，能够来做一个。相信这个活动啊，不只只有说行销我们米，麦当劳是一个亲子的活动，因为顶他们来做这哈啊，不贵哈啊的一个体验，所以欢迎大家朋友啊，看点啊来多多体验。那也哈、啊，我们农会也召集我们在地很多的青农哦、啊，展现很多我们的一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周边，大家哈、啊、买餐哈、啊、来参观来购。另外，伫咧边啊，搁有鹿港秀水农会小农创意市集。但是就农会挂保证的旁边稻米、蔬菜、水果，新种出的这个哦农特产品哦，那也让这些农特产品哦可以透过哈、哦、现场的民众哦来选购哈、哦，来大家哦买得安心，也吃得健康哈、哦。鹿港文化丰富多元，你可以利鹿港好时节，来提供乡亲对鹿港美食文化的新认知。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六日的活动也還有一个秀水圣诞节，23号伫咧公所头前的道路顶开一系列的活动，现场除了各社区精彩舞台表演以外，也還有时空工农甲社区准备的美食摊位，请真侪民众来到这，共同上届浪漫的元旦节。迎接圣诞节，秀水乡公所陪着乡亲做伙欢度庆祝。秀水乡公所甲代表会特别举办亮眼彰化幸福秀水圣诞嘉年华活动，借由圣诞晚会活动，凝聚乡民感情甲团结，将欢乐带到整个秀水乡。联合所举办的这个亮眼彰化幸福秀水的这个嘉年华会哈。啊、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啊，咱今年总共有28个团体，这个来表演哈，啊，年龄层，啊，从幼儿园、国小、国中，以及社区的这些长者，还有各社大以及各社区、各社区的这个关怀据点长者哈，这会来表演。啊，今年的摊位啊也增加了许多，总共有33的摊位的这个在地的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产业哈，以及增加了10台的这个餐车，还有今年度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圣诞树也换了新装，我们的今年的圣诞树啊高达6米高的这个圣诞树的圣诞灯光树，以及我们这个时光廊道，以及我们的这个街灯哈啊，这个都非常的漂亮。啊，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啊，可以从今天开始到我们的元宵节哈，啊，拢会再来阮秀水看老人，来看灯海、看灯笼。伊个公所迄个方向看去啊，什么人爬去你哩啊？圣诞老公公。好、哦，圣诞老公公啦吼，这个表示讲吼，圣诞节即将到来了吼。啊，当然这两年吼，咱公所甲代表会共同举办的这个圣诞节活动吼。啊，热烈回响吼，吼、哦，然后大家安尼，大家拢真赞同啦，吼。所以公所每一年，吼、哦、啊，本的医生要举办这个活动，代表会拢是全力来支持吼、哦。啊，希望会当借着这个活动，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气氛啦，吼、哦。啊，嘛希望讲这个活动每一年，吼、哦，一年比一年举办更加好，更加热闹啦，吼、哦。另外，为了迎接2023年，秀水乡公所伫咧元旦当天也来举办新奇健行活动，乡长林明佳也邀请乡亲朋友共同来参与。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中国一粮共有63公吨，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27.4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
油菜上价52.5元，中价38.8元，下价22.5元。各类菜上价20.8元，中价17元，下价11.3元。冬瓜上价15.8元，中价12.8元，下价8元。葱啊上价66.7元，中价63.8元，下价53.5元。花椰菜上价51.2元，中价44.2元，下价37.3元。芥蓝菜上价60元，中价45.6元，下价30元。包心白上价28元，中价19.3元，下价11.3元。葱头上价37.5元，中价33.4元，下价20元。菜头上价23元，中价19.9元，下价13元。白菜上价65元，中价46.5元，下价30元。番薯上价18.6元，中价16.6元，下价13.6元。芹菜上价73.3元，中价52.1元，下价30元。先来关心空气状况，吹东北东风，中部以南位置的风暴所在，污染物较会来累积，咱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更是一个普通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方面哦，寒流一日一日减弱哦，就是气温会来回升。不过早暗的气温哦也是偏低，尤其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各地区是好天侪云。另方面的嘉南、北海、花甲东半部地区，讲拢会来落即个。就不会得这么好。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现在大家更常使用网络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但是网络上并非都是好人，因此我们都需要特别提防网络上的诈骗。就像这个征财诈骗者会捏造假的职缺，诱骗求职者提供银行存折和提款卡，但这个职缺根本不存在。请记得永远不要向陌生人分享个人资讯，快点击以下连结了解更多网络安全诀窍。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开拓新频道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你都快30嘞，都还没有对象。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50%，快播0809-009-658。回来了，咦，人呢？这阳台有 WiFi 吗？妈，厕所里也有啊！衣柜里面竟然也有 WiFi。因为我们家有凯擘大宽频啊，凯擘大宽频 WiFi 满屋，三台 Mesh 提升讯号覆盖率，让你全屋漫游。现在申办 WiFi 满屋，只要999，给你十全十美的 WiFi 环境。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你的 WiFi 专家。We're looking for the sorcerer Willow. The world needs you again. Follow me.
we must go beyond the edge of our world into the unknown。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 50%， 快播0809-009-658。